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不是跟踪本君？我为青洛而来，与你何干？这就是传说中的绕梁琴吧？真是百闻不如一见。听说这绕梁琴的背后还有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呢，是吗？今日我弹奏此曲，献给我此生唯一的挚爱。凤求凰，凤求凰。我们来这是听琴的，是请你断弦来了。弟兄们，走吧。是。金多多，打起来了，干嘛你们俩？去啊，帮忙啊！怎么回事？没事吧？不是说好花钱演戏吗？怎么的？我是真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得赔我300价钱，5倍。慢点。这都是误会。误会？说。大人，我们就是草台班子的，就是他花钱雇我们来的，让我们揍他。我们也不知道为啥呀，大人饶命啊！我只是想重温一下我们当年的情景，看看能不能刺激你，想起我们的往事。我别无他意的。这就是你跟我说的惊喜。江雪，今日实在是抱歉，扰了你的兴致。你也是一番好意，不必挂心。你先歇着，我去煎药。